因为桶挖不到啊！有只狗一直追着我，那我还趁机撞死它。找不到，闪个灯！你闪个灯，亨利！我不知道你哪一台车，你闪个灯，你闪个灯，我看你在哪里。 撑到4点，他们就死了。我刚断线，车子要跑去哪里？断线车子哦，你刚刚如果都在这边绕的话，车子不会离很远。有啊，在工厂附近啊，正在找。狗终于压死了。你有找到吗？还没。你在工厂那边附近断线的、哦？对啊。 附近的怪都被我干掉，你是一进去，什么都没有东西了。没有，刚刚就在工厂前面，刚好停在那里，都僵尸附近断线。哦，那你可能要往前找一点。走，汉尼，你先进工厂。 撞死你！你是停前门还是停后门的？小鬼晚安。哎，你是停前门还是停后门的？没有，我刚刚在前面这边，这两栋建筑物这边附近起断线的。 很多建筑物附近断线，这两，对，这里，这里，这两个，哦，所以你没有骑，你是往哪边哪个方向骑过来？是大柱子这里，就这个烟囱这边骑过去，好。 那我去比较远的地方找你，再近的地方找找看。DACT 晚安喽，你明天今天盖蛮多建筑的。好啊，那你要记得跟我说你盖在哪里，我要去拍拍照拍影片留念。到底哪里？没有，先帮他找机车吧，他机车不见了，超奇怪的。 在这附近吗？嗯。如果不行，就先把你身上那台租给他。 我现在去商店，回去商店看看好了，因为有时候断线，它的东西可能会回归到几十分钟之前。商店没有。
看到尖刺都会想要跑过去，感觉都很像是那个。好了，那我先收刮好了，再跑下去也不是办法。OK OK， 没关系。再找找看，你们去吧。如果没有，你就先拿亨利车上那一台吧。车上没有啊？你不是有一台？我上次那个嘞，那个什么？哦，对哈，设计图文。我刚刚那台拆下来的车放在谁身上？我身上，那台车身上。看啊，夸张。悲剧。超雷。超悲剧。阿宝，你在哪里？这边有机车坐垫跟手把、欸。我在哪里？我在地图上的这边有一间工厂啊。但是找不到机车了，机车不见了，傻眼！哇，我这边一堆东西耶，箱子放在箱子里面，应该是有人收刮的啊，就没有带不了那么多。不要之前我收过，等一下注意看一下我们机车车体吧。哦，欸，为什么这里面会有箱子？欸，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保险箱哎、欸，哇靠！哎、欸，垃圾堆里面居然有保险箱啊！糟啊！超傻眼的！垃圾！靠！那把你怎么发现的？我有在垃圾堆里面按，看见可以按一啊，然后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敲下去铿铿铿的声音？结果我就把垃圾堆挖开，就有保险箱。这做的真隐秘。这工厂这么大，要收刮也要一个人收刮也要一千多、哦。都是半夜躲起来。啊！糟糕！我把他东西喷出来了，靠！哎、欸，上面有一个那个、欸，有一个箱子。箱子。对。一楼有一个箱子啊。哇，好多东西哦，电池。大铁锤，一些废料。这边肯定是有人住啊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多材料？哇！我在这间里面看到领地石和那个熔炉那些。可是住在这边没有好处啊，那死很快。因为这些东西，我这边地区太大了，都升矿工，矿工也蛮硬的，一个没弄好就嗝屁了。是哎、欸、，SD 快起晚安。哇，天哪！
狂打，而且打跑，打到你上线。嗯？什么东西？我说我在那个好友里面没有看到你耶。你在那个重登看看好吧？我刚重登一次啊，我刚刚连 DID 都没显示，再重登一次之后恢复，其他人都看得到，只有拉法我看不到。你们都在拉法附近吗？对啊，对啊，真奇怪。顶楼还有一个箱子哦，超吵，是打算怎样把张比弄来就对。地上，哎、欸，拉法你在哪里啊？我在三楼。我现在要上四楼了。怎样？你刚刚是从哪个部分过来的？我往回找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有人住的地方哎、欸，那就不要猜吧。这个有人家，就他可能就想住在这里，而且他还放了领地石。那我们走吧，这是人家家。这个楼上吗？对啊，有人住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把他附近的东西收一收，这样就好了。可是我今天来收这间工厂，很多东西都没有收过。没有，因为重置刷新。所以，我想说这个人可能很久没有上线，也可能因为我看他工具好像也没有什么近期，因为他在一楼放的东西都是很旧的。4571高重开哦，对啊，有高，这间工厂我收过啦、啊，啊，还又刷新啦、啊，所以再收一次啊。我刚刚就在里面就没看到还有东西没准没拿。之前我跟玩具就是在这边啊，我们就乱盖东西吧。那楼上那个套房也是你们盖的吗？没有，可能更早之后吧，之后有人再来过吧。因为那个有一个不是住美国那个啊，嗯，他之前在外面流荡很久。哦，有可能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看一下，我们那时候玩六十几天的时候，我看他杀僵尸已经杀到1700了，很猛哎、欸，超猛。跟谁？汤姆哥啊，汤姆哥说玩具他跟你啊，对啊，不甘愿是不是？就那天那边挖鬼挖崩，挖了宝藏。哦，你说那个挖鬼挖过的宝藏？对啊，挖鬼挖。哦，我有印象。我还是真的看不到拉法，难怪有点小眼熟。哦，不是啦，雷丘啦，不是玩具啦。哦，对哦。然后我刚刚很想说，纳闷了一下，被你牵着走。我没有牵着你啊。啊，我先回去好了，我快睡着，我先把车骑回去。你要下线了？对啊，四分钟后重开，不能骑车了吧？等重开完就要骑回去啦，先把东西收一收啊。食物留给你们了、啊，身上也有。大家干嘛？敲什么？把一些水龙头啦，一些重要物资，反应板都带回家。其实我的个人爱好是，如果来到，哎呦，有地雷，地雷这么狠，我不是有讲过吗？哦，对哦，上次有地雷，我上次在这附近被炸死。我这给你，这给你，你先回去。不要、啊、我有绷带啊！地雷弹那个是自己爆的。哎、欸，这里面居然有单管炸药哎、欸！箱子里面我刚刚才注意到有单管炸药，太扯。地雷长什么样子？一颗黑黑的。还在军上吗？军事区你就看得到啦、啊。对啊，然后有时候地雷会是一个锅子的样子，未必，然后你靠近它就爆了。
有办法拆除吗？没有。有，桌子可以你拿扳手看看。不行啊，靠近都爆了，板什么板？上次不是板过就炸了。对啊。下次再见。死心脉。这个一点屁都没有。害死人，不偿命。所以这里有地雷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可能都被踩光了吧。哎、欸，我做个记号啊，就是有一堆木框架围着的这个箱子是我留下来的，里面有一些，里面有很多物资。应该没差了吧？就带回去啊，不然我们出来说。哎、欸，还有五分钟哎、欸。对啊，不知道是说要重置的，应该没差吧？嗯，强迫症吧，觉得出来了就是要东西带回去啊。跟下次我们重开之后探索外面的那个啊营地，尽量都留一个锅子啊，这样子不用在那边之后要出去外面，然后在那边这边喝有的没的。哦，会啊，就去哪里探索就留一个据点，那据点都设好看一点这样子，就至少到了那边就说，哦，这个是曾经探索过的留下来的据点，我可以住。那里面就有一些基本物资。那、欸、车灯要分解吗？啊？车灯啊？先留着。只要缺谁缺扳手的？应该是没有。OK。因为现在后期了，人人一只扳手。我也没看到亨利。是啊。好啊。超扯。我加你啦、啊哦。没有，我是那个好友那边我看不到拉法跟亨利。哦，有时候会这样哎、欸。我昨天也会有。他换了龟。哇，丢龟。哇，丢龟。嚯、哦，我捡到14个鞋带。啊哈，真会捡。吃个巧克力，干嘛？想要绑我是不是？就很像牙膏的那个是要干嘛的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、啊，没有研究。就是刮胡刀啊，刮胡泡啊。我记得好像是可以做那个什么灯具之类的吧。研究一下，好像要看工作台。哎呦，这边看起来好像卸货区哦。那把我看你的车子没有人在骑，然后那边车子在那边漂移，好恐怖、哦，超恐怖。剩一分钟了，
对啊，可以下，可以下。Hello, hi。哦，是住在法国的亚裔人员，是吗？所以是华侨吗？听得懂中文吗？他在问你，张比，对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太懂他想表达什么。哦，断线，忘记登了。25分钟，等3分钟，28分再进。哦，嗨，亚洲人，他是法国人 ，OK。你怎么完全读错了？哦，对啊。他听不懂我们说的，他听不懂你讲的任何一句话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你也看不懂他打的任何一个字。对对对，哈哈哈哈哈 ，Hello， 手机安安。聊天室应该很多人看得懂，有啊，看得懂啊。外整个高手集中在一起，或者刀，做不到实况主而已，你要怎么讲？我记得实况主有一个专门的名词。哈哈，连你都听不懂我说的话。Streamer 吗？Gamer 应该不是吧 ？Gamer 吧 ，Gamer 吧，就是游戏玩家。Streamer。哦，对啊，那个也是一个意思啊。就是对啊 ，Streamer。他叫你杀僵尸啊？有啊，试一下重再登吼。外国人不懂巴西，对啊，外国人不懂巴西啊。跟他会 IDX 就懂了啊。哼，Good 巴西是什么鬼啊？好了，我要先骑回去，不然我快睡着了。可是他只要看你打僵尸哎、欸，可是我快睡着了，我已经快脑袋神游去了。哎、欸，亨利，我先把那个霰弹枪，你车上的一些单件零件先带走。哦、你有把那钢材我留着，抗生素跟那个。对，我要先回去，因为我快睡着了，我怕我等一下睡在车上。所以探险都要回家了吗？你们可以继续探啊，我先回去了，因为我这样子，因为我早上6点就起床，到现在还没睡，有点快往生了。我刚走出来的时候发现我不行了，我本来想说至少可以撑到250几天，252天，但是我发现不行，我在打哈欠，我已经快迷上了。好，老板晚安。所以多一台车吗？没有，没有多一台车。啊，这是谁车？汤姆哥的、啊。一台你的，一台汤姆哥的啊。啊，是啊，还有一台你的，反正我的。还有一台 QQ， 不是还有一台找不到不见的。对啊。我 QQ 的已经洗走了。哦。啊。现在嘞？现在探完了，你就看要先回来还是要那个啊？继续走，我是觉得你们可以先去探吧。也不错啊，走一走，在重置之前先把地图探一探，考验自己能力，不然下次随机地图的时候就不知道哪些东西要收的了。走吧，亨利。
谁要带队？我都还没探哦。就汤姆哥带队啊。汤姆哥不是都探差不多吗？对啊，我已经差不多了。就是都被探。就算该死人。啊。这台我的，这台我的。就是都被你探差不多了，所以才想要重置。是这样子吗？麦克的话，把你带路吧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路。路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家里的植树厂没在用哦。围墙里面的玛利亚之墙的地方不要盖。哇，不要高。对啊，谁那么站高高？那等死啊！我在找车。我后面有一台车啊，是谁的啊？那台我的。出发喽！当兵、欸。哎呦哎、欸，好险哎、欸！我差点把。跟谁？外面那台车是谁的啊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人了。好吗？什么时候血月啊？今天晚上。不是吧？252。明天晚上252天的晚上，有252的，是晚上没错啊。252的晚上10点啊。哦、oh. ，好了，现在就睡了，受不了了，眼睛超难过的。好，好，老板晚安。你闭着眼睛玩，闭着眼睛就没好玩了。好了，今天先看到这边吧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Love Bar 游戏频道，不好意思、啊，快睡着了。Thank you, welcome my watch channel. My name is Lapa. Thank you. Say goodbye.